多人每天在问我，要怎样在这次才会成功？是积极正面吗？是冲吗？各位，问题不是来难倒我们的，问题是让我们成长。Mencapai impian Anda pasti ada prosedurnya, step by step. 这样好的产品改变了我，把我一个病猫变成一个老虎，完全不一样。高度不够的话，看到的都是问题。为什么李伟可以做？你们了解吗？种种的阻力、挫折、打击 ，Who care？ 一个组织里面最重要的东西，领导人，六个 P， 我的 P 就要给你们知道李伟有怎样的人了，各位。